飯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シャラピ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シャラピシャラ踊るばかりピシャラピお腹が減ったよ。奶奶的桐木衣柜，哇，白色的床还有白色的餐桌，真的很浪漫呢。好漂亮啊！这些都是我爸爸给我买的。这个是西式的衣柜吗？还带着镜子。是啊，你看这里可以打开。哇，好棒啊！哇，真是差好多，比起我的那个衣柜好看多了。我跟我爸爸约定好了，等我嫁人的时候，嫁妆就要用这样的衣柜。嫁人时候的嫁妆？我之前听说，最近亲戚家的姐姐嫁人了，好像出嫁的时候就带着很多这样的家具。哎，我结婚的时候，亲爱的，你要吃的奶油的菜我已经做好了。抓拍的好机会。爸爸要拍下所有有关小玉幸福的瞬间。小玉，你怎么了？我突然想到，等我出嫁的时候，我的嫁妆里可能还有我爸爸。哎，我回来啦！你回来了？喂喂，我说爸爸，等我长大了要嫁人的时候，爸爸，你会给我买嫁妆的，对吧？啊，给你买嫁妆？你在想什么呀？真是的，别装傻嘛！你要知道，小丸子嫁人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啊，那到时候应该会给你买的吧？如果是这样，到时候就拜托你买一些像丽家娃娃小屋里的那种家具吧。啊？啊，白色的床和白色的餐桌，还有那种白色的西式衣柜，也不要忘记买哦。哼，你想的太好了吧？那种奢侈的东西我可买不起，顶多就是被子和锅子这样的了。哎，小气！说起来，我想要的嫁妆有一个奶奶那样的衣柜就行了。哎，奶奶的衣柜是指那个旧的衣柜？你知道吗？那个衣柜可是奶奶她嫁进这里的时候带来的哦。这么说起来，不就是奶奶出嫁时的嫁妆吗？对呀，难道姐姐你要用那么旧的东西当自己的嫁妆啊？我听奶奶说，那个衣柜可是很好的东西哦，所以奶奶她一直都保留着。但是等到姐姐嫁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旧了，破破烂烂的，还怎么用啊？姐姐还真是一个怪人呐。小丸子你还小，不懂那个衣柜的价值。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那种白色的西式衣柜。第二天，奶奶，天这么冷，干嘛要开门呢？啊，丸子啊，因为我想趁这个时候把和服吹一吹。干嘛要吹一吹啊？每半年一次，像这样把和服从衣柜里拿出来，让他们在风里吹一吹，这样就会吹走湿气，那样的话就不容易生虫了。这样啊？我说奶奶，我听姐姐说，这个衣柜是奶奶当年的嫁妆吧？说的没错。衣柜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表面都变得黑黝黝的了。那买个新的衣柜不就好了吗？丸子啊，这可是奶奶的宝贝啊。奶奶的宝贝？你肯定在想，这么破旧的衣柜呀，对吗？其实桐木做的衣柜又轻又结实，可是很实用的东西。哦，对了对了，再给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啊。有趣的东西？哦。
篮子，你看好了。丸子也试试吧。怎么会这样啊？是因为没有缝隙了，所以它就会很防潮，也不容易生虫。这个就是桐木衣柜的优点呢。哎，对了对了，它还很耐火呢。我记得以前在附近发生过火灾，那家房子都被烧掉了，但是那些放在桐木衣柜里的衣服却都还完好无损呢。哇，好厉害啊！有传言说桐木的衣柜能用100年哦。就算现在看上去很破旧，但只要让木匠抱一下的话，就会变得像新的衣柜一样了。真的吗？啊，会马上变成那种又洁白又光亮的衣柜哦。哎，小丸子，你在画什么呀？我在画我以后的房间啊。哎呦，这是什么？是奶奶的衣柜。你说奶奶的衣柜，可为什么会在你以后的房间里啊？因为我嫁人的时候要给我的呀。哎，等等，我不是说过那个衣柜是我嫁人的时候给我的吗？这个又没人规定过哟。你不是说觉得白色的西式衣柜好吗？但是这个衣柜我也想要嘛。什么呀，这可不行。就算你说不行，我也不管。什么嘛，就知道像跟屁虫一样的学我。我没收了。你干什么呀？你快点还给我。叫你还给我了。不给。发生什么事了？哎，你们两个快住手。爷爷，姐姐她欺负我。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丸子突然说要奶奶的那个桐木衣柜当做以后的嫁妆，可明明这个是我先提出来的嘛。奶奶的那个桐木衣柜。哦，对了，不如这样吧，我们谁先嫁人的话，谁就能得到那个衣柜。你的意思是先嫁先得？对呀。这样太不公平了吧，按照正常的发展来看，怎么都是姐姐先嫁人。真那样也是没办法的。这样的话，小丸子我就要努力比姐姐你先嫁人喽。如果做得到的话，你就试试看呢。我一定会加油的，你等着吧，我绝对要比姐姐先嫁出去，得到衣柜给你看。难道你打算为了衣柜结婚吗？但是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姐姐她先结婚了的话，我结婚的嫁妆就会变成这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爷爷？丸子，这样好了，万一到那时候这样的话，爷爷就给你买新的。真的吗？啊，说话算数。我可要和奶奶一样的桐木衣柜哦。哎，我知道了。哇哇，那么我就要新买的那个了。一样是桐木衣柜的话，当然是新的好喽。什么嘛，原来是这样啊。咦，难道你不羡慕吗？一点也不，正因为是奶奶的桐木衣柜，所以我才想要哦。哎，什么意思啊？即使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的。那说好了，等你出嫁时，你就去买新的吧。什么呀，姐姐就只会嘴上说好听的，还真是死要面子呀。哎呦，哦，奶奶，不好意思，这个也寄存在你这里吧。哎，不管这个再怎么旧，可也是耐火的桐木衣柜嘛。哎呀呀，衣服要像这样叠放整齐，才不会出现褶皱啊。哎，在这个衣柜里，不仅仅有和服，还存放着许多奶奶的珍贵回忆哟。回忆。就像这样和丸子一起动手整理衣服的回忆也会被收藏进这个衣柜的。奶奶。那丸子嫁人的时候要不要拿这个衣柜走啊？那个，等丸子的孩子要嫁人的时候也可以带着这个衣柜走哦。哎，给我的孩子。嗯，没错，桐木衣柜就是要像这样，父母传给孩子，将来孩子再传给自己的孩子，这样一直继承下去。啊，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桐木衣柜哦。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喂，和我换一下嘛。不要。有什么关系啊，真小气。说了不行啊。怎么了，你们又吵架了？这都因为小丸子又说等他出嫁的时候要奶奶那个桐木衣柜当嫁妆了。出嫁的嫁妆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归我的吗？你也说等你嫁人的时候让爷爷给你买新的呀。我不要嘛，我现在就只要奶奶的那个桐木衣柜。哎，真是的，已经说到嫁妆了，这和你们还没什么关系呢。奶奶的衣柜是我的，是小丸子的。都说是我的了。小丸子的。看眼前的情形，别说是能不能得到桐木衣柜了，他们连嫁不嫁得出去都成问题。你们给我适可而止。100万日元买不起。买不起。看血型能了解性格吗？哦，看血型能。小玉，这本书啊，这个呀，这本书写的是看血型就能了解性格。看血型真的就可以了解性格吗？对呀，小丸子你是 A 型的吧？嗯，是 A 型的。我看看，书上说 A 型血的人注重他人感受，而且一直会和身边所有的人友好相处，就这样。哎，真的吗？说得很准呢。很准的，小丸子很亲切嘛。是吗？我正好是 O 型血的，所以说和 A 型血的小丸子特别投缘。哎，这本书好厉害啊，真的写得好准的，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实是特别好的。其实还有，真是太好了，爸爸我就是 A 型血的，跟我亲爱的小玉可是非常的投缘呢。太好了，耶哦耶耶。小玉的爸爸也是 A 型的呀。嗯，我的家人会是什么血型的呢？我说小玉，这本书能借给我吗？除了爷爷以外大家都是 A 型血呀。因为咱们是一家人嘛，所以大家的血型都一样也是很正常的事儿了。只有我不是你们一伙的。没有这回事的。 O 型和 A 型可是非常投缘的哦，所以说在家里小丸子的同伴只有爷爷你一个呀。丸子。爷爷。丸子。爷爷。这样说的话，爷爷和所有人都很投缘呢。唉，真是无聊啊。妈妈也是 A 型血啊。经常会拘泥于小事情。说的还真准呢。你说什么？因为你老是说什么快做作业啊，快收拾房间啊，说这个说那个，很啰嗦的嘛。那是因为小丸子太自由散漫，根本和妈妈的性格没关系。怎么会没有关系？要是妈妈不是 A 型血的话，一定会更加宽宏大量，根本就不会生气了。你在说什么呀？不管什么血型，该生气时都会生气的。啊，书上还写着 A 型血容易发怒，果然好准呐。这样说的话，姐姐好像也是啊。无聊透顶，就因为我也是 A 型血，就是我的性格也会是这样。我看小丸子才是吧。什么嘛，你就是很容易生气，果然很准。这只是你自己在找借口，想想你自己吧。越来越准了，就像书上写的那样。这样的话，书上还说 A 型血的人做事一丝不苟和爱干净的性格也跟你符合吗？我本来就一直是这种性格的。胡说，真是厚脸皮，你明明就是游手好闲马马虎虎的人。你才胡说，易怒鬼加小气鬼。你说什么？你想怎样？第二天。看血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性格了，这本书好像很有意思呢，对吧？怎么了，藤木同学？吞吞吐吐的，你想说什么呀？那个什么呀？没想说什么。哼，那算了。藤木同学，你怎么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看上去不像没事的样子嘛。借给永泽同学的书已经2个星期了，可他还没还给我。那不是很过分吗？
那是一本侦探故事书，借给他的时候我还没看到结尾，所以说想让他早点还给我，让我可以看完它。你可真傻呀，干嘛把自己还没有看完的书就这样借给别人呢？因为藤木同学，你在看什么呀？我在看侦探书哦。哎，好像很有趣的样子。那个时候永娇同学好像非常想看那本书，所以我就那么你跟永泽同学说过让他快点还给你吗？因为我是认为永泽同学还没看完就说出这样的话好像不太好吧。藤木同学，真是的，我说你呀。藤木同学，我记得你的血型也是 A 型的吧？是这样的。哦，果然呢。A 型血的人会非常注重他人的感受，这本书果然说得很准呢。但是你也有点太注重别人的感受了吧？是这样吗？就算是 A 型，该说的时候不好好说清楚也不行啊。可是，真是的，真让人着急啊！算了，还是由我去帮你跟他说吧。过分注重他人的感受，就变成了单纯的多管闲事儿了。我说永泽同学。你问藤木同学借的书，应该快点还给他。藤木同学他想知道凶手到底是谁，心里可是非常着急的。藤木同学，那本书你还没有看完吗？可是这种事情你怎么不事先和我说呢？是这样，但是而且当时你还说了什么时候还给我都可以，你慢慢看好了，对吧？事到如今突然让我快点还给你，太卑鄙了吧。请给我等一下，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藤木同学他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才会说什么时候还都可以的。是这样吗？但是如果藤木同学想让我快点还给你的话，不说清楚我也不知道呀。永泽同学，你知道你是什么血型的吗？我是 B 型。原来你和 A 型的藤木同学完全不投缘呢。亏你们两个还一直待在一起呢。其实我们俩的关系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对吧，藤木同学？什么东西？缘分测试呀？这个是说通过血型来看缘分。真的吗？也帮我做做看嘛，我是 A 型血的。美环同学也是 A 型的。我看看华伦同学呢。华伦同学，你的血型是什么？那个我是 B 型的。是 B 型啊？华伦同学是 B 型的。那么那个 A 型和 B 型的缘分书上写着不怎么好啊。怎么会？你是说我跟欢乐同学是没有未来的吗？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吵死了。你们都在说什么呀？大野同学，珊珊同学，我们在通过血型判断大家的性格和缘分。你们俩是什么血型的呀？我吗？我是 O 型的。我应该是 A 型的。O 型和 A 型的关系可是非常投缘的，你们两个人关系也一直很好。果然这本书说得很准的。原来我跟华伦同学真的是没有缘分的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样太过分了。你们还真傻呀，单单只看血型的话怎么能决定缘分呢？你们想啊，如果说是血型一样的人性格也就一样，不是很奇怪吗？我们两个关系好跟这个就没有关系的。因为大野就是大野嘛。血型是什么根本就无所谓。大野同学，珊珊同学，就是这么说啊，虽然我是 B 型的，但是我们关系也很好啊。年子说的对呀，那就是因为年子就是年子嘛。小丸子就是嘛，血型什么的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它，对不对呀，华伦同学？
但我觉得还是挺准的。给，这本书还给你。但是你不是还没看完吗？你也没必要每次都顾及我的感受吗？永泽同学，你看我之前说的没错吧？嗯，我明白了，光看血型就来判断大家的性格是什么样是不准确的，而且如果说我和美环同学的性格是一样的，这也不可能啊。你要是真的一丝不苟又爱干净，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也是啊。哎，小丸子，太不像话了啊！给我马上坐正了看电视。是像这样吗？不对，你的脊背要像电线杆子那样立直了。为什么？这样脚会麻掉的。怎么回事，丸子？你怎么那么包啊？要像这样把白色的筋全部都包掉，这样做才对。怎么这样啊？太麻烦了。82、83、84、85，不许站起来。A 型血的人锻炼没做完，可不能出来哦。什么事情都认真去做，才是 A 型血。预习一个星期的课程，每天打扫卫生，早睡早起。受不了了，看起来我不适合做一个 A 型血的人，我只要悠闲自在，无所事事就好了。看来小丸子在梦里已经深刻的了解了，性格不是单单靠血型来决定的。爸爸突然耍起了威风，想干什么？总是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会得肩周炎的。对了，到大澡堂子去泡个澡，这样才能让全身都放松下来，人生要过得轻松点才行嘛。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广志的威严和小丸子在澡堂里得到温暖，敬请期待哟。